其实齐国工业区歪头看到路边堆放一条条的铁柱，他下车查看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挡不住诱惑，直接开班。他是用机车载两只啦，一只大概价值500块，这两只大概1000块。两条铁柱横放在脚踏板上，机车摇摇晃晃，他也硬是在走，偷了一批还不够。过了3天，这个男人又回来了。于是司机的搬运情形从那边过来，啊，刚好发现机车在搬运中，自己偷还不满足，这次周姓男子带着国小2年级的儿子，小朋友穿着学校的运动服，全程目睹爸爸搬运偷窃的过程，还当场被抓包。过程中，该铁管所有人张先生发现并当场制服。算一算，父子俩当天共来回拿了4趟，外加前一次，总共5次。父亲偷窃行为不端，更离谱的是还带着孩子一起做了最坏示范。小二的男童就这样跟着父亲被带回侦讯，一切到罪送办。就这么想，林思琪、张景成南投采访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，味道马上升级。它蛋白质是鸡肉啊，是牛肉还有虾的3倍，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、燕窝之上。赶快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。